跟嘉宾呢，其实呢，从我们这个分贵的儿前往柳前往这个牛池坤的这一路上啊，这个梅树还是相当的多啊，梅树还是相当的多。好，那刚刚呢，我们嘉宾呢，在这个步道上啊，在这个散步的时候，应该有发现到，这个梅树啊，怎么都这么矮？那其实我们的梅树哈是会长高的哦，梅树呢，它可以长到两三